再帮我勾选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种病毒是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，不止女性，男性也有可能被感染。若持续感染，且无法自行清除，可能导致子宫颈癌、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其实我都看在眼里，你一直在偷时间。 哎，走了。哎，没关系了，你们先去好不好？真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帮我带个咖啡。好。嗨，怎么这个时间打来啊？我想我的宝贝啊，亲一个，就算你再怎么小心，我还是感觉得到，你的心都放在了他的身上。你的心都放在了他的身上。你想努力撑起这个家，但时间只会不停向前前进。 快转，不断变少，甚至被停下来。男性也有可能被感染，若持续感染，请无法自行清除，可能导致子宫颈癌、头颈癌等癌症。嗯，好。我去说这边要注意什么？嗯，好。那两位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？那个医生。 HPV 我们应该怎么预防？HPV 是我们人体免疫力低下。哎，是。好。等等，再去孕妇瑜伽。动了。动了。动了。有感觉到吗？有。有吗？有。他在踢了。他踢很大力。